一块吃的绝对讲究啊。哎，我头一回走。哎呀，我后悔了，人是在方二刚一顿不撤的话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，我在天津的西单，我们一块出差了40天，今天回来了。那天就告诉我了，早上起来你得接我来啊，特意选了个过夜车，就为了早晨到，就为了下车以后无缝衔接的吃顿早点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天津味啊，带那么个大箱子，一看就日子不短。吃嘛去？嘎巴菜。行啊，走啊，我买的卷串没开门，直接奔嘎巴菜吧。到地儿绕来绕去跑幸福里来了。既然都到这儿了，我看以前那大煎饼还干吗？哎，跃进里小学，我的母校，以前小时候上学之前都得在附近把早点吃好了，看老刘板面了吗？还卖早点？哎，还干还干还干！哪位是最后一位？大问我站大号吗？比干排队呢在这儿啊！我现在还分不同面是吗？紫米跟杂粮的了，我就来个普通的就行，俩鸡蛋。哦，现在还能加果子在里面上，其实加果子也不难吃哈。咱个人合适。这套就是我的了，你们两口子一晃在这干了15年了，原来不在对面吗？棚子吗？就给它缠起来。我这个都要，生葱一卷，面酱、蒜蓉、腐乳、咸菜、药辣子、虾酱，哎呦，弄点绿色一切。好，谢谢，走。嘎巴菜，这店人也不少啊，这行这个啊，从贵宾带进来吃嘛。一碗嘎巴菜，一碗老豆腐，一根果子，齐活，一样一碗，绝对是标配啊。您好，一碗嘎巴菜，两碗老豆腐，一根果子，都在这吃。您送来碗底儿，给我来点麻酱。干丝，好嘞。一块吃的绝对讲究啊。哎，我头一回吃，这有类似于面茶省料。酱豆腐。哎，再来麻酱。辣子。要。端走吧，给我端点麻酱姐姐。好，谢谢您。我们俩这是最后两碗，哎，嘎巴菜弄得还挺好看的。老豆腐，我想和弄和弄啊。说破大天，我也是先和弄。思乡人啊，思念这碗嘎巴菜，我来一口尝尝。哎，扔啊，是我的大煎饼吧？那老豆腐卤没有多少了，这都酱了这个。我这味儿还行啊，味儿还行。它这煎饼是我吃过相对软些的那种，可能也是周围老人买的，所以它就软乎点。而且刚才抹了4种酱吧，味道还特别丰富。另一半啊，这个大煎饼确实不总吃，偶尔吃一回还挺好吃的。哎呀，我后悔了，我后悔怎么没要碗酱，但是现在又排这么多人，喝口水吧。行吗？这两碗吃完痛快了吗？今儿消费22。